今天买了三瓶 Seven Eleven 草莓时尚秀系列饮料，我们就三瓶都来喝看看吧。这系列都跟草莓和乳制品有关。我先喝立顿美满时光草莓风味奶茶，它是无果汁的饮料，底部会有沉淀，记得先摇一摇。虽然无果汁，但喝起来完全就是想象中草莓奶茶的味道，跟记忆中之前喝过采用干王草莓的立顿草莓奶茶味道似乎差不多，非常香甜。再来这两瓶我打算一起喝，因为 Asahi 的可尔必斯草莓乳酸菌饮料和味丹多喝水的 More Plus 草莓乳酸风味气泡饮感觉是类似口味，可以来对比一下。首先 More Plus 闻起来就是草莓乳酸饮料的味道，而可尔必斯的牛奶甜感比较重一点，味道方面两瓶很类似，喝起来的话也是一如想象中相似的风味，主要是口感的差异，所以我觉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当下心情做选择，看是想喝绵密气泡的多喝水 More Plus， 还是比较浓厚带有牛奶稠度的可尔必斯。三瓶我觉得都蛮不错的，喜欢今天的系列饮品心得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或是留言聊聊你对草莓暨零食饮料的想法哦，大家拜拜啦。